正举行巡回演唱会的刘德华话，咁快又完成了澳门站的四场演出。虽然之前在内地已经演出了30多场，但是去到新演出场地，华仔和他的团队一样是一丝不苟地为演出进行彩排，非常专业啊！啱啱过了生日的华仔，虽然已经63岁，但是依然活力十足，在台上跑来跑去，又唱又跳，完全不气喘啊！尾场的演出，华仔一班好友包括黄日华、苗侨伟、戚美珍等都有专程去到澳门捧场，他们还好好唱口，三嫂更民歌起舞，玩得非常尽兴啊！除了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快歌，当然不少得献唱经典金曲，这一首你没理由不懂了吧。